你们表面要跟我谈判，背地里竟然绑架我的员工。单总，什么后果我都可以承担，但是关美客栈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。单俊浩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再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我不是同行。叶千羽，我只给你一个月的时间。嘿，单总，单总，单总！哎，大伟，打电话，打电话，常来玩。哎，单总，好了。我挺佩服你的，叶千羽。你这种专门宰客的骗子，竟然有勇气说出这样的提议。单总，宰客确实需要技巧，只有高超的技巧才能让客人心甘情愿买单，本质上跟经营酒店是一个道理。那你以为森威尔旗下的高端酒店得以在全世界各地经营，靠的是骗术吗？我并没有这样觉得。范总监，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经营客栈中的不足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依然不专业啊。老唐，哎，这是我为关美客栈做的全新企划，相信你们会有兴趣的。你以为你们煞有介事来森威尔谈判，我就会把关美客栈还给你们吗？单总，100年前，关美渔村商贾往来是过往船只的重要补给地。虽然关美渔村现在没落了，但历史留下来的痕迹依然在。我们要做的是，在保留传统的同时，要更好地经营它，把它打造成一个完善便捷的旅游小岛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们把关美一切都改变了，盖了一座海底酒店，有豪华别墅的度假村，这简直就是摧毁了咱们关美最珍贵的闪光点。一个成功的旅游地，必然是能让游客流连忘返、念念不忘的。如果只是为了在无边泳池里游泳，或是在花园草坪上晒太阳，那游客完全可以选择别的地方。
没错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把关美客栈打造成一个五星级酒店，因为它不合适。在关美渔村附近就有23家五星级酒店，他们每天都为了客人下滑的问题焦头烂额，我们又有什么竞争力呢？传统酒店的营业额正在以16.77%的速度下滑，而86.93%的高收入人群越来越喜欢自然恬静的旅游体验，这就是近几年来民宿直线攀升的原因。在关美渔村20公里范围内，民宿不超过3家，预定时间无一例外都排到了6个月之后。这才是关美客栈的机会，我们在一个月内将利润增长率达到了300%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关美客栈适合这样的发展，大到休憩内容、宣传策略、发展计划，小到工期安排、平台对接、人事布置，我们的策划书里有详细完整的说明，附录中还有数据来源，你们可以放心核查。单总，你要做的就是只要你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，让我们证明这份计划可行。如果3个月之后你还想收回关美客栈，我们绝不质疑。我觉得你们的计划做得很好。谢谢谢谢。我希望你们不要浪费我这16分半的时间。君浩，所以你答应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？不，1个月，我1个月之内就要看到成效。可以，可以，你看，时间上完全来得及，是吧？谢谢你给我们这次机会。太初，你把他们教得不错。其实早在我之前，就有人培养了叶千羽的谈判技术。是童浩教会我的。